有这样的好朋友真是此生足矣啊。歌手赵英俊去年二月患肝癌病逝，年仅43岁，当时消息一出，许多好友和粉丝悲痛不已。如今赵英俊去世已经一年了，近日有网友发现，缝纫机乐队的导演兼主演大鹏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在赵英俊的遗书下留言。最新留言是在1月12日，当天是大鹏40岁的生日，他在赵英俊的微博下留言称，老宝贝，今天我40岁了。而其他的留言中，大鹏也都是称呼其为老宝贝，两人深厚的兄弟情谊令人感动。据悉，2021年2月3日知名音乐人赵英俊所在的经纪公司发布讣告，称赵英俊于2021年2月3日14时33分在北京因病去世，终年43岁。赵英俊曾给大鹏执导的电影《缝纫机》乐队中的插曲都选 C 作词作曲，两人是多年的好兄弟。赵英俊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原创歌手，曾经为很多电影写歌，不少观众也对这些歌曲耳熟能详，只可惜大家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声了。